向天爱。天爱。天爱就挺好的。这个不对吧？天爱他就很完美了。他是教练，对不对？他。I try to keep my cool, but when the show was drained, then I missed my bus, waited, brought the wrong drink. They told me I should chill, sorry I can't. 就天爱就是他在这儿，他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大家想变成的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山哥、菊姐还有素哥，他们是哎呀，然后天爱是好身材。是这样的一个构成，因为天爱，我们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一直就是整个很完美的这个身材，也起的也挺好的，这身材呀，然后整个的感觉呀都很好。哎，那我们要探究一下他到底是吧，有什么诉求啊？嗯。